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唱的好好听啊，刚才是在排练今天晚上的歌吗？不是，就是在唱歌之前喜欢开开嗓，就是、唱别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你看到这个舞台有什么样的感受？来到这样一个亚洲盛典，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。谢谢各位导演和各位老师给我这个。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。你是湖南人对吧？对。推荐一个咱们家乡菜给他们。辣椒炒肉，也就是小炒肉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